锵锵三人行，这个春节快到了哈、啊，春晚又可以吐槽了，是吧？哎，我们不是要上春晚吗？啊，我还以为是今天上回你读完那个屠呦呦的那个得奖词以后，对，听说这个有邀请，但是我们先自己演习一下，然后看看导演组能不能过。不，有了邀请以后也转卖啊，现在说黑市价8万多。啊，是吗？对，你要是转卖什么呀？你把那卖掉，它8万多。你说你现在平心而说，我没听明白。就你说春晚的入门票，春晚的票呢是不卖的，但是呢是有价的。哦，所以价呢一般到8万多。嗯，那你想，你现在要是愿意在那里做一场呢，还是愿意赚8万多？哦，这个 This is a question. 每年春晚来了完了之后，他们都在这个观众席上捕捉那个人物特写嘛。比如说有一哥们儿，那他大概很有钱，年年都有他，每年都永远笑得灿烂。不，有的呢，他哪里卖八万他是不肯卖的，因为他进来的门票就贵了。他门票到底是怎么发的？没有门票，没有是吧？当然，就是说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今天上一下这个春晚，是吧？自己的方式，对，我们通过什么来上他呢？先让他们上我，对吧？就是，哎，我最近学了《易经》了，佳慧。这个《易经》里有句话呀，叫“吉事有祥”，就是说吉利的事情啊，必有祥瑞，就吉利的事情必有兆头。所以你知道今年就是猴年吗？猴，哎，你知道我有很多收藏家的朋友，就中国古代啊很有意思的，他这个中国有一种谐音的祥瑞文化。就比如说啊，一个笔架山，放毛笔的一个山，山上呢，哎，有山脚下有一头鹿，然后呢山上有个猴，另一个山头上有个蜜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封侯。哎，鹿呢叫一路封侯，旁边最好还有一个马，叫马上封侯。有啊，就马上也有猴骑的马上，猴把马给上了呢，就叫马上封侯。对，马上封、啊，自欺欺人。马上封嘛，马上封嘛，就是猴嘛。你不需要了，你不是过了还很快就过完你的本命年了吗？对对对，对，你不需要去，但是还是要这个小心啊，叫什么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马上封啊，就是所以这个，哎，我就说吉事必有祥瑞，对吧？于是呢这个春晚呢出来了这么一个吉祥物，咱不知道是个什么兆头，就是说呢，哎，还是这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什么这个韩美林老师，这个他是奥运那个福娃的创作者设计者之一，哎，然后就是找他，但是中央台也挺有意思，先是让这个全国民众啊就都可以提自己的设计，但是同时呢他也邀请这个韩美林来做这个设计，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普遍的反应是丑哭了，你知道吗？就是挑战中国人民这个审美神丑的极限。是吗？你不知道这两天闹得特别大吗？是啊，可是各有各的说法，当然有人说丑，有人说觉得很搞笑，有点像那个有毛的奥特曼。对，香港叫咸蛋超人嘛，奥特曼啊，咸蛋超人，对，有毛的奥特曼，你看起来就毛特曼，对，毛特曼。我们这儿内地叫什么呢？猴塞雷，叫猴塞雷，猴塞雷。但是要到了广州话里呢，塞雷哇，猴塞雷，猴塞雷啊！你知道为什么叫塞雷？为什么叫猴塞雷啊？就是说那个吃东西吃太多了，鼓出两块嘛，对。这个韩老师还在这个对于很多人的意见啊，他自己就做了回复。他因为很多人说是猴为什么腮帮子这俩球呢，对吧？这一点韩老师就是说，这是我坚持要求必须要有。为什么呢？就是猴吃东西会鼓在两个腮帮子，所以呢，这是挑战现在都流行打瘦脸针的美感嘛，大家看着就不舒服嘛，好像我去整形以前的样子，对不对？会让人家引起不安呐、啊。这个跟现在这个整形的潮流不符，但倒继承样板戏传统。怎么说？样板戏那个时候有个最突出的英雄人物叫浩亮，
知道吧？浩亮、李玉和、红灯记、红灯记啊，浩亮这边两块就是突出的，叫一边一块嘎达肉，一边一块嘎达肉，人家天生的。所以这个韩美林这个是他是回归啊，对，他是回归啊，真是，对对对对对，说的好，徐老师，文革又来了，五十年吧，对，五十年不变俩嘎达肉，哎，真的是，真的，今年是文革多少周年了？没吓我，哎呀，所以说这深了，这深了，嘎达，要不说呢，人家浩然是天生的，咱们现在的猴子吃出来的。块嘎的肉，我还记得。哎，你知道，就是还真的，就是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就是我对这个时代的这个观察，那天咱们不聊过这个弹幕嘛？我就说，观看就是娱乐，观看就是创作本身。就是说，你看啊，关于这件事情，聊啊聊啊聊，哎呦，这个咱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很多时候现在做一个创作者，完全不必有压力，甚至于昨天我跟几个姐姐妹妹们聊天，我还说呢，我说我过去啊，就是有焦虑症，要什么焦虑呢？就是完美主义强迫症，就是啊，我就说我怎么就觉得不能容忍，就是说1%的纰漏和遗憾给我造成的痛苦，超过我那99%的成功的发挥，所以我活得很痛苦。这是好啊，这你这话，这是最近孟建柱刚刚说过这个话，谁叫觉悟怎么这么高？部长啊，公安部，公关部部长，吓死我！他说99%的公正裁判。会被1%的错案所损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就是说，他说他的话大概倒过来说，一个错案会毁坏人们对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这个良好的信誉印象，所以他要纠正嘛。现在要纠正，18大以来已经纠了20几起对冤假错案，法治上你怎么跟他的英雄所见略同嘛？当然，我们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当然就是说我是属于精神病学的范畴，好吗？就是说怎么来治疗，很多人都有这个病，对吧？就怎么来治疗呢？我就发现还是心胸要打开。你比如说，我特别佩服美国的一个艺术家叫 Andy Warhol。我觉得哎，这个境界啊，你知道，就是搞创作的人，你跟 Andy Warhol 比比，他什么境界啊？他也拍电影，他拍一些小电影，对吧？但是呢 ，Andy Warhol 的观念就是什么？你们拍个戏，非要找一个最合适的演员，对吧？但是在安迪沃霍看来，他觉得这是最没劲的。他说，在我看来，找那个最不合适的那个演员演这个角色，拍出来的东西那才叫牛，那导演才叫厉害啊。对，而且你像我这个拍完一个节目，你让导演编导去剪，我都能担心他给我剪错了，对吧？因为他永远不符合我的愿望，对不对？但是人家安迪沃霍说什么，他说我觉得最有意思，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拍了个东西，然后交给一个剪辑师，他剪出来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东西。他说：“我觉得这才是艺术。”哎，因为他这个心胸，他搞的是前卫艺术嘛。你要搞那个行当，才用那个行当的做法。不然的话，假如你是 Andy Warhol 哈，你搞那个 pop art， 可是你这样正经八百的，对不对？什么都要管这个，就不够影啊，不够行啊，不够好看，没有个那个格。所以你那个要治疗你的病，除了心胸要广，不容易做到。反而有件事情比较容易做到，就脸皮要厚。随你说嘛，随你说。或者说再进一步哈，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就当做了，就像你说，观看本身哈，就是娱乐是吧？就是艺术，就是表演等等，你就看一群神经病在评论你的东西。因为很简单嘛，你面对那些评论什么，你会觉得很荒唐，很什么，我就会告诉自己，哎，他们当然就是叫水平啊，不然的话，要吗？不然的话就轮到他们坐在台上讲了，不是，而不是我坐在。贾辉，你这个观念就凹了。我跟你说啊，到时候你这个观念就凹了。实际上是什么？你不但观看者的水平可能比你这创作者更高，而且你这创作者现在要真高明的话，你得让人家挑出你的毛病，这叫槽点。你比如说现在特火那个下了架的太子妃升职记，那就故意的啪，这个古代女主角来个倒立，哎，他就得让你穿了双波鞋，这才那些人吐槽的弹幕他才能有娱乐，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观看，那天徐老师讲了一个，这叫什么？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就很大程度上，你得让我们看的人发挥主人翁的精神。而且从这个猴，这个猴赛雷这儿，你可以看得出来，比韩大师水平高的，在民间那可太多了。你可以先看看咱们这原版啊，韩老师的这个，他只是出了这么一个设计，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水墨画。
你说塞雷就是下面两个圆的，这两个圆的，哎，所以我以为就是闹钟的这个下面两个，对啊，就是塞俩雷嘛。然后你看下边这个网友们接着这个，不是这个呢，这个韩老师要撇清关系，说这个3D 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玩意儿啊，跟我没有关系，我看都没看过。人家就是说3D 那些人据说是悟性不高，给做成了，把韩老师的这个毛茸茸做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好像弄个大耳环。对对对，特别是他们说这个脑门上的这个部位啊，甚至有人说有需要打马赛克的需要。为什么？为什么你自己琢磨吧。然后你看这个，哎，这是一个网友的这个小搞一下，然后你再看。你看他们的娱乐，有人把这两个雷放哪儿了呢？哎，这就还可以当凶器，对吧？变成是那个胸贴，最近好像说最近好像说有这样的这个能。哎，这导演别走，这猴你看还可以长个猪嘴啊！你这是上一张，你再看这个啊，好像哥斯拉一样。对，这是那个太空人，不是外星人，他还可以发射激光。你再看下边，哎，你看现在这个。这俩雷啊，原来是人家不是裤裆藏着雷，人家腮帮子就藏着雷，啪啪扔出去，那是另外中国俩活动的吉祥物，咵扔出去，你看，咣炸了，这是什么鬼？炸成黑了，然后下边就是，哎，你看还能伸能缩，哎，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它能伸缩，你看冒出，啪出来了，哎，猴塞雷，你再看下边，好。世上没什么事是一颗猴塞雷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颗。这位感觉大片儿啊，再有猴塞雷，然后这红灯停，不是红灯停绿灯行，哎，完全可以当成这个交通标志。你再看下边啊，有人把这个叫做九头身呐，咣咣，哎，我觉得这有点现代艺术吧。对，然后你再看下边，哎，我觉得也有可爱的。这做成这种毛茸茸的，是不是跟他开始的有啥大区别？好像没太大区别。哎，这个就属于咱就说不都是恶搞，也有善搞啊。这个属于弄得还挺可爱，像个兔子兔爷了。哎，这是韩美林老师的微博，你看他就说啊，这个春晚吉祥物，我选取了典型的猴元素进行重新组合，就是说是，很用心的了。这个猴是霸气的小孩，什么玫瑰红啊什么的啊。然后他说 3D 设计方案呢，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只是设计了一个猴头的正面图，哎，他希望他体现中国文化内涵。但是呢你看，哎呦，这现在这网啊，你看大家又翻出来，再看下边这个癸未年羊年2003年韩美林老师画的这个画，你看这个有这个猴吧，哎，差不多，很像。哎，就是说，你再看，那两腮帮已经有了。你看，就是这个猴，那么这个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哎，咱们先这个帮猴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玩意儿啊，这个三个小时微博话题，三个小时阅读量达到800多万，讨论53000，登上微博排行榜第一名。你说这猴塞雷炸了吗？对，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啊，这是他们说拉动内需啊。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也是这样拉动内需，这一点没话题的就可以自己这么开心，这真是了不起。我觉得很好啊，自己开心吗？啊，对啊，而且这样不像以前。一言堂嘛，基本上啊，就是说一言堂不一定是正式的哈，就是说，哎，权威哪个大师一出来，大家就只有鞠躬叩头的份儿。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而且这样我们刚也说嘛，二次创作嘛，对，很多引申出来，重点在于说，你看主办单位，包括了那个韩老师，他们怎么样回应？假如他们这心胸够大哈，甚至把不同的二次创作的元素拉进来同时推行，那很好，真的把产业扩大，言论自由的表达。但自我抄袭是不是一种抄袭呢？在学院里是有争论的。
我们现在对学生哈，就是算抄袭的。比方说我们有学生哈，他在这门课或者他在第一年级的时候，他交了一个功课，写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到三年级的另外一门课呢，他交了一个 paper 哈，跟一年级的70%-80%都差不多。哎，那我们就算是抄袭的。我觉得这个他韩老师这样从法律上没有问题，就是当然你愿意怎么说都行。嗯，那是啊，是我当年几年前我画的这个猴啊，但我比较了各种各样方案之后，我还是觉得以我原来画的这个原型当成设计最好。我觉得至少你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这个要看他当初法律上没问题吧？不，这个不能抽象的来说，这要看当初央视请他画这个东西，他们的合约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要一个全新的创作等等。我话没说完呢。周作人呢写文章，在最重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他的散文二级，他写个导言。嗯，他怎么写呢？关于中国散文的问题，我在10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把抄了一段。抄了很长好几页以后，然后关于这个问题，我在7年前又写了一篇文章，又抄了一段，我就看着写的都很好。但是4年前呢，我对这个问题又做了一个补充，又抄了一段。我关于中国散文的看法就是这些，完了。所以他叫但是大师文章，文超公，哎，这个大家都说这是大师文章，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就是说我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对学生我们说这个自我抄袭是抄袭，对大师我们说了不起。但因为我觉得对对对觉得他整个游戏的语境不一样。因为对学生我同意，我们也是你自我抄袭啊，抄你以前的 paper 以前的作业当然是抄袭哈。可是因为那是学生你来学习，有个系统的考核，系统的学习哈，大家整个默契不一样。可是像这种情况，包括周作人的文章，包括现在的设计，就像徐老师刚说，看他跟那个中央电视台的合约嘛，搞不好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当初聊天那个，甚至有人先发现了韩老师以前这个猴不错了，韩老师啊，你这个不错的，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发挥再看啊，所以他的加强了两个叫什么腮帮子。对，那他也可以说总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那也不是完全，可能反而是少多点毛，至少多点毛，或者雷再大点。你这因为猴子长大了嘛，毛也长大了，猴也在发育，是吧？在发育了。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反而是说，哎，那是一种肯定，对韩老师过去的这种创作的基础肯定，所以我们请他来主导创作，可能是这样。你们都没说到一个最朴实的地方，你们俩觉得这好看吗？我觉得好看，我个人觉得很好看。你是说反话呢？没反话，我真的。你说的是那3D 的？也不是3D 的，就是他原来他画的、就是、最初的这平面图、后面的创作都没超过。我觉得他画的这个很好看。就是，但是就是关键就是你们大家吵得这么热闹，在讲，就但是其实是有个问题，因为他早就画了。他们说这个主要是这个3D 的这个团队呢，就是说一个是也不够认真，再一个没有经验和水准。比方说韩老师这个水墨画毛茸茸这个效果呀。他给人弄没毛了，对，猴做个 3D 弄没毛了。说实际上啊，哎，现在非毛化，这很不好。据说这种做 3D 技术啊，都有那种水墨微粒，这真要做的话呀，也能做出这种效果。你觉得这设计怎么？你喜欢吗？第一个我觉得不难看，他没有说一弄起来我就觉得很难看。第二个，我觉得他假如好的话，里面很有童趣啊。跟以前的很多吉祥物哈，我觉得以前呢总是觉得那个吉祥物都是蛮权威的，好像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抓到猴子那个童趣的味道。那第三个，在网上引起800万的什么点阅，然后讨论，这非常，那是非常好啊。所以我刚说二次创作不是说他的自我抄袭，是说民间的二次创作和参与。而且在网上啊，一定不管你多好的东西都有人骂嘛，我们节目多好啊，还是会有一堆人莫名其妙的骂，对吧？所以没人骂就好不了了啊。对啊，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唯一缺憾的就是，要是难度更高的话，他就如果能请3个4个像韩美林这样级别的画家，大家画，然后这个民众欢呼啊，然后再来投票选择，比谁的雷大？哎，比谁？那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图案。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东西啊，当这个不是三权分立啊，这个是多元审美啊，还可以搞个节目《中国好猴子》，对，找我们当导师，导一下那个教一下那个韩老师。是我的感觉啊，这还真是，就说中国这个猴啊，嗯，其实他这个让我联想起，因为说他是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画的这个猴，你知道我一下子就联想起什么？画的最好的是谁？嗯，中国历史上，嗯，其实好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中国水墨画，宋代的，只是中国水墨画的一个枝杈，嗯，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历史上讲中国这个绘画，中国传统的绘画来讲，最有名的或者说最有名的之一，应该算是宋朝的易元吉，嗯。这个人是湖南人，就画本来是画这个花鸟啊，这个草木啊，但是啊，你看湖南人这种劲头，心气儿高。跟一个姓赵的学，但是觉得姓赵的画这个花鸟画得太好了，他超不过，所以就潜下心来，就说我一定要画个牛的。然后他画猴，他画什么别的也很棒啊，但是他画猿猴画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常年在山区啊，甚至是筑巢，这个易元吉啊住在树上，就为了看这个猴，就为了看这个猿猴的神态。最后画出来，我跟你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个这个国宝叫《猴猫图》，易元吉的，咱们就看看真正的中国历史上，人家都说直追宋元嘛，你看看那个时候达到什么程度，画猴，你瞧瞧，嗯，看过这幅，哎，抱着一个猫，你看这个神态，这个猴啊被拴在一个东西上，然后两个猫从他身边走过，猴很敏捷啊，砰抱住了，抓住了一个，你看另一个猫很害怕，很惊诧啊。这个抱着猴的有种得意洋洋得意的姿态。你再看这个特写，他画的这个猴，哎，这就是你看中国画怎么什么叫又像又不像，写真啊，又写真，但是似乎又有另一种神韵，另一种气韵。我觉得借这个话题真是可以顺带的咱们学习一下，是吧？这就是易元吉啊，这中国绘画史上画猴啊数一数二的人物。你看这个画这个猴，宋代的学习什么？学习画猴的？不是，你说这些节目，我是说呀，咱们所说今天的人说的中国水墨画的传统技法，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去学习学习中国古人画一个东西画到多么高的境界，对吧？他是仔细看就会说不孝子孙了。也不意思，都笑得挺好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请大家看这个易元吉的猴啊，我的意思是说中华文化这个博大精深，方方面面，但是呢它哪方面被国民所认识，那甚至哪方面被国际所认识，有时候你也控制不了。比方说我给你看一组照片，你再看这儿，哎，这就是据说网传啊，就是网传某国际波鞋的品牌设计的，他们以为跟中国献媚讨好呢。那看下一张，哪这中国想减肥的都不高兴了，发福，这就是你看外国人可能对中国人的理解。发财福气，对，分开。对，你再看下边，福道嘛，你看这个显然也不太了解中国的这个语言。香港，对对，很多车牌真是这样。这个你看，这个据说这也是网传的。哎呀，这个品牌，这个 LV， 你看猴，你看他也是猴，这也给中国人民讨好呢。你看讨，但是讨好，你看。这个迪奥的这猴，我觉得这猴可真是丑晕了。你看，这也是一个国际品牌猴年的戒指，骷髅头啊，这叫土豪猴，这才叫妖魔化。你看，这就是 Burberry 的 Burberry 的围巾，假的吧，山寨吧。这网传啊，据说这是那个爱马仕啊，这也是网传，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爱马仕它郭美美用差不多。哎，据说这也是这个 LV 的，你看，这是时装潮流，红绿蓝。你看网传出来的照片，他们就说王菲也用这个品牌。但是我看了看后边那是不是王菲，我表示怀疑，应该不是，貌似王菲的。对，没有，我觉得，因为你刚用了四个字嘛，像中国献媚是吧 ？OK， 我觉得问题是谁设计？
他可能是说只给了一个指示，就说 OK， 我们现在要弄，为了某些目的要弄一个有中国元素的 design 哈、设计啊，然后呢就交给可能内地的 designer 设计师去弄。所以呢严格来说不是他们向中国献媚，因为啊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像刚网传那个可能是真可能是假。怎么说呢，像他们也经常到不同的国家，他们为了特别的需要的，我们搞个 festival， 搞个什么节日，或者说特别的 show， 那把当地的元素啊，西班牙也好，德国也好，什么甚至中亚也好，把当地的元素纳入进去，他不是准备大量生产给你排队去买的，就是 show off， 弄一个。那这结果里面就出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谁设计呢？假如我们说那些很夸张很荒谬很丑，那可能是华人在当地的设计师去弄的。第二个，好了，不管有多丑多难看，推出来看一看就算了。结果呢，推出来呢，假如有一堆人跑去买，跑去追捧，还说好，哎，那不是他们的事啊，不是那品牌的问题啊，是你市场自己出了问题啊。你看到那么丑的东西，你就不要去买嘛，骂他嘛。不，他专门就设计给 SB 用的嘛。那么简单嘛，他这个消费品市场，这个奢侈品市场现在中国40%，他们就觉得他们可太坏了。对，他们就觉得他对啊，坏啊，对啊，他们很多设计的时候故意的，他们说他们的品味就是这样，我们就搞成这样。